今个月 Weibo 有加码嘅奖赏活动啊！而家去 Weibo 开户、入金、转仓，通通都有奖赏。嗱，未开户嘅朋友，只要 download 翻 Weibo Apps， 成功开户并且入金港币50,000嘅话，就可以得到一股美股嘅星巴克，再加送一股美股嘅苹果。咁开咗户之后，入金同埋转仓都有奖赏噶。大家只要合乎翻条款要求，最高仲可以拎走6股美股嘅苹果。嗱，今次嘅三部曲奖赏咧，真系限时优惠嚟噶，唔系时时有噶。只要喺网上揿嗰掣 ，Weibo 就会送大礼啦。大家快啲透过画面上面 QR code 开户啦。最后提提大家，优惠受条款同埋细则约束。今个月 Weibo。出來今天是雙太陽日子Happy Friday 直頭是啦，哇，今天的謠言滿天飛，今天很多消息，首先先講一講，今早上看到人仔就急跌，創了半年新低，所以拖累到港股都一度要跌200多點，原本都打算恆指在20,000點的位置就增持，就完了2040最低，但是到11點多左右的時候，看到個市突然間就抽升上來了，這樣升上來了，沒錯，大家都在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究竟為什麼會突然之間下午的時候哇升回600點，即是跌200升回400，加上又升回600了波幅，有幾個消息的都跟大家講一講，第一個消息就是說人行就設立了2,000億元的額度的科技創新再貸款，就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所以呢看到呢今天的科技股呢就突然之間升到叭聲，不夠 convincing，第二個消息啦，這個好聽一點，第二消息就是彭博就報道了，就指中國和美國的審計監管機構就商議緊怎樣就可以讓美國在現場巡查中概股的審計過程，仲期望在美國上市的261間的中概股，就大部分都希望他們可以不用除牌，不過都不夠力度，係啦，仲有第三個消息，就係咧習大大啦，咁係哇咩事啊？佢同馬雲有咩瓜葛啊？嗱，佢就話嚟緊啦，會主持嘅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會推啲措施出嚟支持平台經濟規範健康咁發展喎。我唔係聽嗰啲，我個故仔唔係咁喎，我個故仔咧係啊習大大同阿馬雲啊馬化騰啊佢哋一齊食晚飯喎。呢個消息咧就未經證實嘅，就傳嘅啫，都係係啦，就話可能會有啲聚餐啊見面啊，總之有啲消息就好似傳啊咁講啦嚇。係啦，另外都有啲消息啦，都係即係聽下啦。有人就講啦，話見到咧今日嘅行政長官嘅候選人啊李家超咧，就出咗啲政綱啊，係啦，咁所以咧資金突然之間咧就湧入去。咁同阿里巴巴有咩關係得㗎？所以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嘅消息啦嚇。嗱，我見到啊喺我隔離啦，林 Sir 都已經笑緊啦嚇。嗱，咁啊見到即係今日消息謠言滿天飛啦，好多咁其實大家見到最著弱嘅一定咧就係啲科網股啦，係啦，阿里巴巴升差唔多，因為最多升17%喎，好誇張啊！一支大嘅洋燭上翻100蚊水平啦，係啦。嗱，今日嗱咁多消息，即係不如問一問啊，今日加翻阿林 Sir 先啦。嗱，咁多個消息，你覺得呢幾個頭先講嘅消息咧，邊個刺激力度係最大，或者咁講，你信邊個消息先？嗱，我都唔介意話信唔信邊嘅消息，最緊要就係你有冇入貨先。有咁咗嘅消息，咁樣講嘅係嘛？所以嗱，上個禮拜五都話噶啦，今個禮拜係要不斷係要咩咧？分階段入貨，分階段入貨。因為咧呢啲咁嘅低迷嘅狀況咧，喺過往咁多年嚟講咧，即係只不過咧喺好短時間嚟講咧，你能夠係低低迷，
一恢復翻少少正常嘅氣氛咧，砰一聲就升上嚟噶啦。咁所以咧喺低迷嘅時間咧，就唔好見到低嘅再踩低。咁啊，出邊有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嚇，見到低就再踩低。話今次哎呀呢一鑊咧恆指必見萬七噶啦咁，咁啊搞到啲散户咧就個個都冇曬心機，有貨就沽鬼咗佢。你話今日嚟講嗱，如果你真係之前嗰幾日沽咗貨，都唔知點算，都唔知點樣向人交代。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嘢就睇一個大勢。既然都恆指落到19000幾點啦。在過往咁多年嚟講咧，落到19000幾點嘅時間咧，係好短嘅時間嘅啫，唔會話長時間啦。喺呢咁低迷嘅環境底下，咁所以就算今日唔升到咧，下個禮拜都升啦。五月唔升，六月都會升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抱住一個長線嘅宗旨個角度去分析，你係一不斷呢個禮拜係分階段入貨先至啱嘅。係啦，如果聽阿林 Sir 咁講啦，佢話即係話，如果五月唔升，六月都會升，即係成日都講啦 ，sell in May 噶嘛，係咪先啊，林 Sir？ 我諗呢次唔啱噶啦，因為咧係 sell in April 啊，四月已經沽咗啦，四月嘅多號啊，嗰個19000四月22號，廿七號跌到最低噶啦。唉，咁啊，點知呢兩日彈翻曬？其實琴日咧無端端彈330點咧，已經覺得奇怪㗎啦。點知今日仲彈800幾點喎，兩日升咗1000幾點喎，真係呢啲唔係人咁品嚟嘅，呢啲係有幕後黑手嚟嘅。哦，呢個唔係幕後黑手啦，咁樣啦，我好 buy 阿林 Sir 所講嘅，但個市呢個禮拜嘅轉捩點係邊一日咧？大家諗諗，俾兩秒你諗諗。唔記得咧 ，OK， 記唔記得啦？我哋復市嘅時候咧，美股係跌800點噶嘛，但係星期三當日恆生指數點啊？係升11點嘅，美市抽翻高佢，係啊，係升11點，即係禮拜二升65點，禮拜三升11點，而美股急跌800點之下咧，港股係唔受影響，已經係講俾你聽，喂個市好似唔肯落咯喎。到星期四升咗329點，咁啊，琴日見個市咧掹下掹下，我一撳個計數機，我計數機都幾準噶嘛，一計落去，咦，現指同埋條十天線距離唔夠400點，一夜抽上去嘅話咧，就過十天線啦，出現一個回穩信號，同埋 confirm 咗啊個市咧出現一個高低腳式嘅雙底啦，所以琴日我就入咗市噶。早前啊個市由4號嘅高位22523一路落嘅時間咧，一路講緊個市會補裂口嘅，3月17個裂口啊，補完呢個裂口咧，個市會穿埋20000點，從而揾只右腳嘅。好啦，而家右腳出咗嚟啦，19665點啊。但係當日你唔可以 confirm 呢只係只右腳，但係到琴日禮拜四咬腰翻翻上去掹住20000點咧，你計一計條十天線同琴日嗰個指數咧相差咧，不外乎嘅嗰幾百點啫嘛，好大機會嗰只右腳已經出咗嚟噶，所以你偷唔偷換買自己決定啦。到今日都仲可以入市喺20000邊，仲可以買，但係過咗11.3之後咧冇得買啦，因為咧你唔追咧個市已經上咗上去啦，即係好大程度上咧，二月係先高後低，三月先高後低，四月先高後低，窮咗3個月啦，乜嘢都窮曬噶啦。就算五月份再窮都好咧，冇貨沽啦，要沽曬噶啦。你問一問身邊揸住貨嗰啲，去到18235唔沽，19665右腳又唔沽，我而家點會沽？唔會沽噶。所以五月份咧喺中旬之前咧個市咧係要進一步挑戰20，再進一步挑戰咧係條50天平均移動線，最終係會嘗試翻4月4號個高位22523嘅。因為所有的不明因素，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知曬啦。唔知啊，我都唔知點解個股升㗎。係啦，冇錯，啱啦。就係因為咧，你有啲未出現嘅消息，未 confirm 嘅消息，但係有人知道啊，春江水暖鴨先知，行先一步啊嘛。我哋仲係未知㗎嘛。到我哋都知埋嘅時間咧，去投個注已經行咗啦。睇埋今日嘅成交金額啦，有成幾多啊？1651億，記清楚啊！今日係冇北水㗎，冇㗎，大部分係下晝嚟嘅，因為上晝都係600億嘅，下晝成1000億嘅。晏晝即係換句話嚟講，今日係春江鴨行先一陣啦。咁有理由相信星期二復牌翻翻出嚟咧，北水就掹㗎啦。所以有貨在手嘅，繼續揸住佢。頭先有個網友話有隻騰訊330幾蚊，
咁啊，梗係擺啦，呢、這個唔使講啦，擺住喺度啦。咁啊，上一陣升到上403蚊，先至翻轉頭落翻330幾。你咁叻，330幾蚊買到，真係叻到不得了啊！呢次會升到450蚊。係啊，睇睇403蚊穿唔穿先？穿嘅話咧，倫 Sir 講得啱，望高少少，即係指數好大機會咧，會逼穿22523點噶啦。啊，林 Sir， 好嘢啊！係啊，嗱，咁你講開科網股啦，都望一望啦。嗱，今日咧啲科技股咧再開車咧，大家咧都好振奮啦。係啊。嗱，當中見到 ATMJ 啦，即係唔計小米啦。嗱，四隻股都升10% 以上。合計加埋咧，就係為恆指貢獻都超過成500點啊！係啊。係啊。係啦，嗱，呢幾隻好係咪啊？四五百，差唔多五百噶啦，係啊，五百點。嗱，咁啊，頭先阿郭 Sir 講騰訊啦，講埋只巴巴啦，巴巴咧今日咧，哇，升咗1.5%啊，好醒神啦，係102.1收市啊嚇。有人見到佢喺中南海出現啊？係咪啊？升起上嚟乜嘢消息都有，嗱，我就看圖識字，我就乜嘢都唔使，我俾個圖大家睇，嗱，我當你唔知道乜嘢消息都好，頭先有網友問我揸住只巴巴點樣等，我就同你講埋啦。你而家呢個嗰個走勢啊，收復咗10天，收復埋20天，掹住條50天線，望高少少100天線，100天線喺邊度咧？係喺早前嘅高位119.4下邊㗎。即係如果巴巴嘅股價可以試翻早前嘅高位，大概120蚊度咧，收復咗所有嘅平均移動線，除咗條250天線之外，嗱250天線咧，阿倫Sir 睇下，一路都係。沿路向下的係啦，但係咧，距離個現指同埋咁多種平均移動線咧，一路都係咁嘅距離㗎。係啊，啊，咁呢一陣咧，翻上100天線之後咧，有冇機會再進一步挑戰條250天線咧？呢個就關鍵啦。係啦，應該係嗰啲即係短期嘅線應該慢慢向上升㗎啦。記唔記得啊？業績公布嘅時候咧，佢咪由156裂口低開到140蚊啦，即係156到140蚊，仲有一個好大型嘅下降裂口，呢個等待以後解決。而家先睇咩咧？睇住115同埋120蚊先。呢位網友問我，佢話咧啊，揸住啲巴巴，最後尾決定咧，都係等我哋做咗分析之後，試睇沽唔沽。咁而家要沽都冇得沽啦，梗係唔沽啦。係啦，冇錯啦，115到120蚊到價嘅，你考慮沽，我冇阻你嚇。係啊，嗱，咁啊問埋林 Sir 啦嚇，嗱，今日啲科網股開車啦，嗱，會唔會係你杯茶？你覺得可以開始鬧貨咧？啲科網股？科網股嗱，你今日嚟講咧，一棍都升咗咁多咧，同埋咧，我相信咧，加上就係一個啊，下個禮拜一係放假，咁啊，大家不妨咧喺呢個禮拜收一收多啲嘅消息，咁啊，因為始終嚟講咧，消息我哋都要做 fact check 嘅。喺今日下晝嘅時間嚟講咧，其實我哋冇乜時間點做 fact check 嘅。咁究竟咧？嗰、那個含量，嗰、那個含金量係咪好確實啦？淨係其實仲有啲虛位未人 confirm 嘅咧，咁所以今個禮拜咧，我哋都要睇多啲嘅信息嘅。咁所以喺到禮拜二嘅早上嘅時間咧，先至再見真章，睇一睇嚇係咪嗰個繼續嗰個購買力咧係爆發啦。嗯，係啊，其實林 Sir 都提到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咧，因為嚟緊係長假期啊嚇，即係港股市場冇事，但係外圍咧有啲地方都有嘅，咁所以就真係要睇緊啲啦，係咪啊？大家係啊，即係因為始終今日咧突然之間個市咧突然間升上嚟咧，都好驚就係會升得急咗啲咧，翻嚟會係。你記唔記得啊？3月15號當日咪見過18,235嘅，係、啊、跟隨咧嗰兩日就急升噶嘛，係啊係 啊, 啊，升3000點啊，係啊，冇錯啦，因為留學啊嘛，但係今次留學。冇出現喎。嗱，我想講嘅就唔係留學，我想講嘅就係你追唔追到，你一樣係追唔到，你一樣係追唔到。點解咧？嗰日跌到落去低位嘅時間，第二日高開咗幾百點，你要追就嗰幾百點，嗰幾百點唔追咧，你就冇得追啦，因為已經一路上去啦，直至到後期仲出現一個大型嘅上升裂口，大家記唔記得啊？嗰一日升咗幾多啊？18,235，足足升到上22,523，升咗4,288點。頭一個階段升了1000點，後面仲有3000多點俾你走。咁好啦，呢一次咧由19,665點去到而家21,000點，已經成1400點噶啦。咁即係啱嘅，唔會有幾千點嘅升幅啊，估計冇咁多啦。但係你點樣都有2-3000點噶嘛，即係你要追嘅就早啲追，就唔好追嗰啲升得好多好多嘅嗰啲好快嗰啲，追啲咧係想升但係仲係未升嘅股份，萬一唔對板追錯咗。跌起上嚟5%離到場啊嘛，一係就你觀望算數，
要追的就一定要這樣做的。怎麼要觀望啊？今年已經衰了成四個月了，現在反彈的時候當然要王子復仇記了。沒錯，那就追咯。喂，這樣做追就不要怕這麼多了，你怕得來就沒得追的了。喂，爸爸，我問你了，林 Sir， 買100行不行啊？就是咯，當然是追啦，他衰了這麼久，是吧？ Janice， 那個時候上一個浪一直升上，那些人說不知道買不買好，我就說不理好手先買一手的，買住100股。這一分鐘我再說了，如果那個真的新經濟股是放行，而中美是談判，因為基於經濟的利益，大家都有著數，沒有理由鬥氣的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買得多又怕輸啊，唔買又驚走雞，先買一百，睇下啱定唔啱先。買啱咗嘅，嗰一百就同佢坐。再啱嘅，咪再買多一百，由一百開始。萬一唔對板嘅，一百股阿里巴巴輸10蚊你走，你輸1000蚊，輸唔輸得起先？輸得起。輸得起咁驚咩啫？今日唔需要問我啦。一百零幾，一百零幾買一百，唔對板輸10蚊走，都係1000蚊啫，食餐飯算數。係啊，見到啲觀眾咧，圓碌碌啊，我哋啲菠蘿包同學咧，都真係身體力行啦。見到喺82蚊嘅時候咧，都溝咗只巴巴嘅。嗱，咁啊，頭先講完就啊，國常愛股啦，就阿里巴巴9988啦。嗱，又到係時候同阿林 Sir 咧講下你啲愛股啦，你即係一定啦，1211啦嚇。嗱，見到早前咧，其實就公布咗業績嘅。嗱，就業績就非常之好啦，首季純利按年增長2.4倍咁多啊，係近5年嚟最強嘅首季純利嚟噶噃。嗱，見到咧，其實比亞迪都有提到噶啦。嗱，新能源汽車嗰度咧嘅行業快速增長咧，就帶動到個營收。係啦，嗱咁啊，不如阿林 Sir 又講一講啦，對比亞迪嘅睇法係點樣啦？仲維唔維持你嘅睇法咧？你講維唔維持嘅睇法係咩意思咧？睇好，睇好，睇好咧。股價嘅目標嚟講，有排都未到目標價啦。因為金九銀十，距離而家嚟講都差唔多要仲有半年，即係話咧反反覆覆都仲有要半年嘅升，先至可能要到個頂㗎。今時今日嚟講，升呢啲係好濕碎㗎。即係睇300蚊啦，都係算唔錯㗎，算幾好嘅。咁但係呢份業績咧，其實仲有少少嘅嘢咧，好多人咧就冇留意到嘅。最重要咧就係話，比亞迪嚟講咧，佢嘅現金流咧係改善得係非常之好嘅。咁啊，我哋唔好淨係單單咧就係睇佢嗰個啊有冇賺錢啊，賺咗幾多錢啊咁。佢嘅現金流改善咧，如果你比起上一年同期嚟咁睇咧，佢改善咗係8000%嘅嚇。好嘢，好嘢，好嘢。啊，咁啊，千祈唔好諗住話呢啲現金流嗰個淨值嘅增長係好簡單，一啲都唔簡單。因為所有的基金經理其實最重要就是 make sure 你這間公司在必要時是穩不穩陣，千萬不要就是氣氛好的時候你又穩陣，氣氛不好的時候你又不穩陣。那你現在看得到比亞迪這個現金流這麼大幅上升，其實它已經進了一個台階，就是說它的財務能力已經上到一個非常的穩陣這個條件的了。你什麼叫非常穩陣的條件呢？希望舉一個例子，其實2018年中國是有一間公司，它亦都是做這個叫做輪酸鐵鋰的，咁啊同比亞迪是一樣的，都是做輪酸鐵鋰電池。它在2018年在某一個季度咧，佢曾經嗰個銷售量咧係超過咗25億人民幣，當時係爬過咗比亞迪頭噶。咁以前嚟講，比亞迪龍頭嘛，啊竟然間呢個龍頭喺嗰一季嘅銷售比另外一間爬咗喎，咁你驚唔驚啊？咁但係，僅僅咧，淨係得嗰季排開啫。咁但係其後之後開始就吹一啲咁嘅逆風，吹完逆風之後咧，跟住嚟講啦，嗰間公司咧嗰個財務方面嚟講咧，就慢慢咧，好似表現唔係好得。跟住咧就銀行咧就要追佢債啦，一路追一路追，追下追下追下追咗成年之後啦，終於成間公司係破咗產嘅。嗱，你記住破咗產嘅，佢曾經係賣呢個輪酸鐵鋰嘅電池嘅材料，是比亞迪仲更加高的，但係最終都是不掂。點解啊？就是因為現金流不夠啦。雖然你的盈利、你的銷售是增加，但係個現金流冇同步地增加，同埋咧個表現是差過你的銷售量嘅。咁所以今時今日你看到嗱，比亞迪嚟講，雖然佢的銷售量升得嚟嘅，唔係話好巨大，咁但係個現金流嗰個升幅是遠遠好過呢個銷售量嘅。所以呢，其實現在你看在比亞迪的財務方面來說呢，已經是於不敗之地的了。就算你說好話不好聽，喂，未來這半年全部 lockdown， 不能買車，不能整車，
比亞迪的財務都完全沒有困境的。這個就是我在今時今日看他這份業績呢，就看到這件事出來告訴大家知道，利益申報啦，我自己拿著比亞迪的。係啦，嗱，講開啲車股啦，都想同阿林 Sir 講埋只 Tesla， 因為咧見到啦，就 Elon Musk 咧就減持咗 Tesla 咧441万股嘅，嗱，合共套現41亿美元，冇錯係啦，因為咧即係早前咧都講咗啦 ，Elon Musk 咧就買。用440亿美元咧就買 Twitter 嘅，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咧即係要放緊啲 Tesla 咧先至夠錢買啦。係啦，係啦。嗱咁 Tesla 咧咁啊見到咧，琴日咧即係見到嗰個股價咧都係穿咗係條250天線嘅噃。彈翻上嗱係啦，但係咧睇翻上兩次啦，一穿條250天線咧之後就即刻即係有翻啲反彈嘅。嗱呢只 Tesla 嘅睇法又點啊，林 Sir？其實在全世界所有的電新能源汽車之中呢， Tesla 的賺錢能力是最強的，它的現金流也是強過比亞迪很多，還有它每一輛車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毛利率高嘛。在 Tesla 來說，它平均每一輛車是賺多少錢、Janus 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平均每一輛車賺多少錢、宏光 Mini 呢每一輛是大約賺500元人民幣而已、咁啊，而家比亞迪嚟講啦，你呢一份業績啱啱得一月份嘅業績公布咗咧，佢係靚仔嘅，但係平均每一架咧都係賺2000元人民幣，啊2000元人民幣。但係 Tesla 咧喺第一季度以全球咁計嚇，唔係淨係中國，全球咁計，佢平均每一架車賺嘅淨利係70万人民幣一架，每一架係賺70万人民幣。咁你可想 Tesla 嗰個賺錢能力係幾強咧？咁其實好簡單㗎，你將翻佢就係第一季佢嘅盈利除翻佢第一季個銷售量，就係得出每一架車佢係賺70万元人民幣咁犀利嘅。今時今日比亞迪咧，除咗得兩款淡淡綠嗰兩款之外咧，每一架有可能咧賺到10万元。咁但係其他嗰啲咧未到淡淡綠嗰啲咧，賺係賺得好少嘅啫。啊，咁所以咧。比亞迪咧，其實仲有一個叫做上升嘅空間，不斷咧上升咧，係追翻呢一個毛利率都有增幅㗎。好啦，咁啊睇完 Tesla 啦，我哋即係頭先即係其實Elon Musk 咧，其實都即係再補充少少啦。其實佢都喺 Twitter 度回應翻咧，就係話其實咧之後咧都未有再進一步減持 Tesla 嘅計劃嘅，咁所以咧應該 Tesla 咧。即係都應該係，我諗佢夠㗎啦，因為之前估咗100亿元啊嘛，係咪？係要交税啊嘛，係咪？係啦，係啦。唉，我哋咧收入連個零頭都冇啊，真係陰公。咁啊，冇得比嘅。呢個世界真係好唔公平啊！唔係阿倫 Sir， 你已經係好叻㗎啦，因為咧人比人就比死人。係啦，就係啦。佢咧就佢嘅身家係2500亿美金，係講緊20000亿，咁你唔同㗎嘛。冇得比噶嘛！真係我啲即係螞蟻都未到啊！唔係，但我覺得你叻過佢喎，你嘅智慧好過佢喎嚇！冇，肯定冇。我大家都咁叻啦嚇！好啦，我哋再睇。我哋講一講，我有少少補充喎。好啊！咁我反而講咧，你知唔知輸得最慘嗰個係邊一個啊？木姐啊，係啦，就係木頭姐啊！佢揸住最重倉嚇，即係除咗大股東之外咧，佢係第二大股東，最重倉嗰只。TDOC 咧，琴晚一晚就兑咗40% 啊！哎呀，一晚兑咗40%，佢呢鑊咧就真係非常之大啦，因為佢揸住佢總共揸咗12% 嘅持倉㗎，咁所以淨係金鋪嚟講咧，我相信佢減值咧，真係可能大大話係冇40亿美元喎，淨係呢一隻都要減40亿美元，咁所以咧木頭姐佢嗰個基金咧。哇！嚟緊比上半年嘅業績，慢慢俾人贖回啊！難睇，係啦。好啦，你頭先講嗰只係咩號碼 ？TBOC 啊 ？TDOC 啊 ？TDOC 打出嚟睇下，打出嚟睇下。除咗大股東之外，木頭姐係揸得最重。啊 ，Teladoc 係啊 ，Teladoc 係啊，啱。唔係喎，琴日你成交好大，但係嚟跌40%啊 ！Teladoc 係啊，係啊 ，TDOC 啊。
點解個圖睇唔到佢跌40% 嘅？唔係你睇下上邊一跌就有呢個啊嗰啲，後邊你睇唔到下邊。我睇唔到下邊，我睇唔到。咦？唔係喎，成交好大喎，好打好多打板喎。斬倉啊！由高位咁計咧，跌咗成80%+ 噶啦，木頭車好辛苦啊，木頭車。佢幾錢翻嚟啊？佢公布咗佢個成本價噶啦，總言之，有人已經計咗佢咧，淨係呢只嘢咧輸咧。可能要輸呢一個超過4億美元咁多嘅。係啊，好難㗎。琴日亞馬遜都跌成差唔多10% 啊 ，AMZN 啊，唉啦 ，AAM。係啦，就係 Amazon 又係啦，即係 Amazon 啦。其實 Amazon 咧嗰份業績咧唔係咁多人識嘅，因為咧 Amazon 其實佢個 core business 嘅核心業務咧係冇乜點大退步嘅，冇㗎。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乜嘢啊？你記唔記得上年11月12日，阿郭 Sir， 我同你一齊講，千祈唔好買一隻股份。你記唔記得嗰只叫咩股份啊？嗰只 Vivian 啊嘛，佢蝕咗72億啊嘛。Vivian 咧，由11月12日至到今時今日，你知唔知跌咗幾多啊？淒涼喎，淒涼喎。咁上係個大股東啊嘛 ，Amazon 咪就要減值咯。佢淨係輸呢一隻個 Vivian。就係已經要減值76億美元，第二大股東咧就係福特，福特咧要減咧就要減成差唔多54億美元，咁所以你諗一諗啦，賺賺埋埋都唔夠輸，我哋就係啊，好攞命啊！所以福特係頂住你，喂，所以我話買美股會發達，嗱呢兩個。跌到成亦都可以輸身家噶。阿林 Sir 提出呢一點咧，好緊要。個個都話咧，投資移民買美股一定發達，美股冇得跌，睇你買邊一隻。你試下買著依兩隻啦。真係跌都冇70%都70%啊！唔係買 Netflix 都輸死你啦 ！Netflix 哇，真係啊！上次11月12日有睇我哋節目嘅朋友，可以避免呢個災害啦嚇。NFIX 係嘛？難啊！LX 我就計咗條數出嚟，啱啱大家睇睇，大家睇睇表嗱，呢個圖表咧就係啱啱好 Vivian 咧，我哋11月12日嘅時間，佢係135蚊嘅嚇，135蚊，我哋叫唔好買，終於琴日幾多啊？跌到去32蚊1.8，足足跌超過咗100蚊美元啦，跌咗76% 啦，陰公。哇！你話如果揸住佢幾手，你都真係面都青埋啊，啱唔啱啊？好，所以都係炒我哋啲港股好睇啲咧，9988嚇，88有得升啊！即係總之就而家啲科網股就開始真係即係似乎即係全都似層層啦嚇，苦盡甘來嘅平時嘅啫，而家有見及止，而且經濟下行嘅勢頭越嚟越明顯，所以好大機會咧就係嗰個監管個力度咧係放慢收翻先，放一放先。咁你起碼咧5、6、7月咧有一段路行一行先啊嘛，係咪啊？嗱，希望係啦，希望即係大家都即係開開心心啦，可以即係回復翻咧，即係平靜啦，係咪啊？始終咧。即係之前嘅監管咧，即係打到恆指咧，打得太犀利，打到個個都扁咗啊！冇錯啊，啲股價扁曬啦。係，我個人都扁曬啦，荷包更加扁啦，直情穿曬窿啦，都冇辦法啦嚇。好啦，嗱，再講一講啦嚇，有啲觀眾咧都有留意到㗎啦，琴日都有輕輕講過啦，就只海友啊，只883。嗱咁啊，係啦，第一季嗰個業績咧就非常之強勁嘅，純利咧就勁升1.3倍咁多嚇，係啦，咁啊就超出嘅盈起預測範圍啊，見到其實係啦，咁啊見到啦，佢嗰個就派發啦，每股1.18港元嘅末期息，連同連埋特別股息，係啦。咁啊，見到咧，大家都好開心啦嚇。咁啊，今日咧隻海友咧就升，係啦，再升啦嚇。咁啊，即係見到近排其實都好錯。嗱，去到11.幾就跌翻落穿，即係穿翻10蚊呢啲位置啦嚇。跟住又再挫翻上去11.幾，係啦。咁啊，咁佢反映咗嗰個油價嘅波動啊，最近即係波得好犀利。不過我諗而家又會再升啦，因為而家德國。
都話唔買俄羅斯石油啦，死未？嗱、嗯，咁中海油都有講到嘅，早前咧係咪話傳咧三桶油咧就會買啲即係向顯學公司買啲俄羅斯油氣項目嘅？係啊，係啊，因為西方公司咧要賣出售佢哋嗰啲投資，咪中國嗰三間石油公司接曬咯。嗱、啊，唔係傳嘅啫。嗱，咁中海油嘅管理層咧就出咗嚟講㗎啦，就話暫時中海油喺俄羅斯咧係冇任何嘅收購計劃。嘅係啦，咁啊見到即係嗱海油啦，即係嗱而家咁波動啦嚇，咁即係對海油啊問一問啊林 Sir 啦，對海油嘅睇法又係點樣咧？嗱你大家都知道今日朝頭早一開嘅時間咧，恆指係跌嘅，但係而家收市就升咗1800多點，但係你睇一睇翻今日開市價咧，其實883開市價係幾多錢噶？11.5噶。嗯，咁但係今朝開市係跌喎，佢開市價都可以11.5，跟住大市足足升咗成800多點上嚟，咁但係你睇睇佢收市11.24喎，係啊，所以變咗陰足。全日嘅走勢係點樣啊？佢係逆大市上升而下跌嘅。嗯，咁所以呢一個現象可以就俾到個答案嚟啦，追貨都唔好追海油啊，同埋海油嗰個派息咁慷慨呢樣嘢咧，市場消化咗㗎啦。呢、這個唔係一個秘密嚟㗎啦，啊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你睇翻2007年857喺 A 股上完市之後，一路到今時今日857個股價係幾多啊？嚇、啊！而家今時今日都係3.8嘅咋，但係2007年857喺 A 股上市嘅時間 ，A 股係做緊50蚊啊，港股就去到咧 A 股係50蚊㗎，20蚊港幣，咁但係。當時嚟講，我係叫沽啦，20蚊要沽啦，20蚊你唔沽啦，今次今日幾多錢啊？3.8啦，咁所以嗱，883，我自己覺得你有貨就應該入沽。其實過去呢3個禮拜我都咁講㗎啦，佢一上 A 股嗰一日咧，我喺經濟通已經叫人沽啦，快啲去沽啦。當時係11.7嘅，咁所以如果你唔沽咧，嗱，今次今日升成800點咧，你都仲未翻家鄉㗎。嗯，明白。好啦，我哋就不如而家答一答觀眾問題啦。好多觀眾留咗言噶啦。嗱，見到阿 Tommy 好得意喎，佢就問我話：如果見到蝙蝠俠，我會點喎？我不如問下兩位阿 Sir 同埋阿林 Sir 啦。你哋見到蝙蝠俠會點啊？見咗蝙蝠俠。係啊 ，Batman 啊。Batman 咪送佢一個麥當勞嘅免費包。我攞咗一個100,000個之中其中一個。你見到 Batman 會點啊，阿國 Sir？ Batman 冇咩感覺喎、啊。冇咩感覺啊？因為你大隻過佢，所以冇乜感覺。咁唔係，唔係咁講，而係話即係你係咩意思？哦。嗱，如果我見到 Batman 咧，我就會同佢講啦。嗱，而家咧去 Weibo 開户就有獎賞嘅。有六姑蘋果咁好啊！係啦，嗱咁啊，而家咧去 Weibo 開户咧有3部曲嘅獎賞活動嘅，咁啊開户咧入金啦、轉倉通通都有獎賞嘅。嗱咁啊，有啲朋友真係未開户嘅話咧，就要留意啦。嗱，而家快啲去 download 翻呢個 Weibo Apps 啊，成功開户並且入金50,000蚊港幣嘅話咧，就可以得到一股美股嘅星巴克，再加上一股美股嘅蘋果嘅。嗱，開咗户之後啦，咁啊入金同埋轉倉都有獎賞噶噃。嗱，大家咧只要合乎翻個條款要求啦，最高仲可以拎走6股美股嘅蘋果嘅。嗱，希望咧蝙蝠俠咧就收到我呢啲嘅優惠信息啦。咁啊，大家咧快啲同蝙蝠俠一齊咧就去開户啦。好啦，呢度咧我要回應一個即係當你係網友嘅問題啦。佢講句一句説話咧，都幾斷章取義嘅嚇。他就話早幾日咧，我唔夠膽推介9988，但係今日升咗咧，認叻，我從來冇認叻過。咁啊，不過你有買過？係啊，我有買過。咁啊，我75蚊買過走咗啦。咁啊，早幾日咧，一個禮拜咧，就9988同埋啊700騰訊咧，話揀邊只嚟博咧，我就話揀騰訊，阿倫 Sir 就揀9988啦。咁啊，呢個係你睇翻以前就知噶啦。咁琴日同高盛做個節目，琴晚啊7點到8點鐘，你大家睇翻啦。琴日嘅啊騰訊係收喺330幾蚊，我已經話呢個浪騰訊會見到390蚊，我冇諗過今日會見到，我淨係講呢個浪會上翻390蚊。咁你咪又睇翻咯，即係唔好斷章取義。我亦都冇認叻，咁唔係話唔敢推介，而係話
9988同騰訊兩隻揀一隻咧，我會揀騰訊，因為9988阿里巴巴係風眼所在，雖然我自己有，唔好斷章取義，真係唔好斷章取義嚇。好，我哋繼續睇睇其他觀眾問題啦嚇。嗱，有啲觀眾咧就想問阿林 Sir 只1772啊，只金豐理業嘅。金豐理業，跟住又彈翻啲喎，低位反彈喎。係啦，嗱咁啊，佢其實問咗幾隻嘅，都同啲汽車相關嘅。嗱，1772金豐理業啦，就電池啦，問埋只2845啊，只 Global X 嘅中國電車啦，再加埋只1211311啊，邊只好啲喎？佢就問你。林 Sir， 首先第一件事，我不知道你的年紀，我不知道你的風險承受能力，以往解釋很多次了，2845肯定安全過1772的，但你看回今天其實2845的升幅更多過1772，所以除了安全之外，今天來說升幅是會更加好的。如果你說揀到比亞迪來說，比亞迪是一隻股票一間公司，2845是十幾間公司，所以如果你又講穩定性嚟講咧，2845就一定穩定性，2845都有比亞迪噶，但係佢佔比啱啱係大過，唔知好似10%/11% 嘅啫，佢唔係佔好多。所以問題就嚟啦，你想買獨贏啊，淨係想買位置先？如果你想買一注獨贏嘅説話咧，咁變咗咧，你又揀一間公司咯。但係如果你話諗住平均化嘅，我都唔知道將來邊個成王邊個敗寇，但係總言之，成個板塊升，我就賺錢嘅。咁2845咧就安全好多啦。咁如果你係老人家嘅説話咧，咁你咪買2845咯。但如果你係後生仔，唔怕我承受得大波幅嘅，咁你咪可以揀比亞迪咯。咁啊，利益申報啦，兩隻我都有嘅。咁所以我亦都係老人家啦，我亦都係後生仔。好啦，嗱，我見到有個叫熊仔周圍玩啦，佢就話咧跟阿國 Sir 入咗只8600或者信義玻璃。嗱，個價真係好抵啦！佢就話：嗱，而家咧，首先初步係咪咧望住20蚊個位進發先喎？阿國 Sir， 你係咪都係睇呢個位啊？就第一步咧都係睇呢個位，但係咧就先上咗去條50天線先啦。其實係平噶，6倍嘅市盈率，8厘嘅股息，仲有如果你經濟真係咧喺疫情之後咧係要推動要復甦，因為要補5.5啊嘛，5.5你政策一定要投放啦。你汽車銷情啦，其實汽車銷情好咧，可以拉動下游40多個行業，製造大量嘅就業嘅。所以汽車相關嘅股份咧，而家呢分鐘啊，梗係唔得啦，淨係比亞迪得啦。但係遲啲咧，應該有一段路咧，多多少少有得執嘅。但係最好嘅都係比亞迪。咁如果汽車行得好嘅，汽車個玻璃嘅需求會大得好犀利噶嘛。咁啊，講真啦，由30多蚊跌落嚟，已經冇咗一半嘅啦。呢個位係喺低位嚟買㗎，而家呢一分鐘睇住20蚊係啱嘅，到其時沽唔沽自己決定嚇。好，收到。嗱，咁啊好啦，我哋再望一望咧，啱啱 sunshine 好好啊，用超級留言啊。太陽做乜嘢咧？係啦，個太陽咧佢就用咗超級留言啊。嗱，佢就話啦，收咗匯豐$1,000利息，所以咧就要請我哋幾位咧就食菠蘿包。多謝喎，多謝喎，好啊，好啊。係啦，今日嘅市升，大家開心啦，再加埋係啦，收埋息更加開心啊嚇！係啦，但係我最中意咧就係大家咧分金同味啊，即係大家即係一齊享受呢個嘅升市嘅快感之餘咧，收到匯豐$1,000利息，哎呀，好犀利！咁佢應該揸咗好多套匯豐先有$1,000利息喎。一萬股就收14000，嗯，一萬股收14000，咁啊4800股咪收。6000咯，咁咪其實都幾千股啊，都要幾千股先收到嘅。好嗱，咁我哋再望一望其他觀眾嘅問題先。嗱 ，Adam 啫，我哋嘅菠蘿包同學咧就想問只港交所嘅。嗱，港交所今日都彈啦，335蚊就入咗嘅觀眾。嗱，但係啊，頭先都講咗嘅啦，就係話咧，即係中國同美國嘅審計監管機構咧就商議緊啊嘛，就係話即係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唔需要除牌。咁對港交所就自然會唔會話？即可能會做少啲生意啦。咁啊，早前就憧憬佢哋會回流翻嚟上市噶嘛。咁即係如果佢哋係真係傾掂數啦，即係嗰啲監管就冇咁嚴嘅話，對港交所會唔會有些少嘅影響啊？都唔會，因為咧最近咧呢啲即係新經濟股咧都冇乜嘢喺香港上市，全世界都冇乜地方上市。而家你個監管放鬆咗咧。
呢啲新經濟股咧有翻希望咧，又會再上翻市噶啦。咁即係市場大咗啊！呢個世界咧就好大嘅，唔係美國一個做得曬啲所有嘅生意。我諗港交所而家你係低位，應該升翻上去400蚊嘅，唔怕買。我支持你，倫 Sir。另一個角度講，314同近期嘅低位咧，形成呢個雙底，呢個雙底。兩個小雙底組成一個大嘅雙底，今日股價咧係翻翻上十天線啦，掹住條二十天線，咁啊冇錯啦，中間個頸線位挨近400蚊，呢個亦都係暫時嘅上望嘅目標，有嘅就繼續揸，冇嘅買住100守住門口先，點都要買住100守住門口啊，大大不了跌穿314好，310蚊走，輸曬都係個跌咁多啫嘛，喺個低位嚟噶嘛，500多蚊跌落嚟噶啦已經。咪搏少少100股守住個門口先咯嚇，係、咯，即係初步啊，倫 Sir 就睇得幾樂觀㗎啦，就係100天線400蚊左右呢啲位置嚇。講真啊，你睇好，你又唔買嗰100，你又少少都唔買，你永遠唔入市，永遠唔入市咧就真係等於紙上談兵。嗱，其實啊。1211比亞迪啊，我都想叫大家買一手啊，但係一手要500股要成10多萬，嗯、對一啲揸住10多萬或者幾萬蚊嘅散户嚟講，冇足夠嘅資金，唔通真係做孖展咩？我好反對人做孖展嘅，所以變咗咧，比亞迪啊無奈我開唔到聲，但係你其他嗰啲100股騰訊、100股阿里巴巴或者100股9988呢啲冇乜所謂啦，騰訊嗰啲啊，或者港交所呢啲係幾萬蚊貨仔啊嘛，嚇、OK 好，我哋咧就再睇睇咧，講埋只3690啦，好多人討論呢一隻啊，因為今日只3690咧都美圖都升翻15%啦，好多係啦。嗱咁啊，有啲觀眾啦就即係可能咧就係咪初步望住200蚊，或者定係可能100天線191蚊呢啲位置咧？應該可以，應該嗰個紫色線係咩啊？100天係啦，係啦，91蚊應該升得上去，係啦，即係佢個圖同港交所差唔多嚇、又係，不過佢就高低腳嚇。咁樣。係啦，嗱，咁我見到我哋啲觀眾啊，姚來希咧，佢都即刻今日追咗，佢話：嚇、今日139買，我唔係今日，係139買咗，今日165蚊食咗一半，留翻下星期咧再睇。咁啊，如果咧佢又再賺錢嘅時候話咧，佢應承咗我哋啦，會再請我哋食果撻同埋果汁。多謝你，因為咧我好記得你嘅，成日都請我哋食。即係飲果汁啦，同埋食蛋糕嘅。美團咧，美團係三隻主要嘅新經濟股當中最強勢嗰只。大家睇睇上一次嘅高位咧係172.5，今日最高咧係177.8。嗱，雖然收市咧冇突破，但係日中已經突破咗上一次升浪嘅高位。阿里巴巴上一次升浪嘅高位係119.4。騰訊上一次的高位是403，未到的，阿里巴巴騰訊都未到，唯獨是美團今天已經有技術上的突破了，所以如果有的話，吃一半留一半是對的。好，明白。好了，我們再轉看看啦，有觀眾呢想問一隻衝車喎，1766，是啦，他說呢大時代買了欲哭無淚喎，呢只嘢佢話哦好耐啦，你喺度年年死啊！嗰陣時係幾廿蚊噶喎，唔係十七蚊，因為南車北車合併咧，就由幾蚊升到10多蚊嘅，咁啊跟住就而家跌到落去2.2，真係。我嗰時候咧去南北車合併咧，我都成日炒嘅，我最後咧後屘去合併之後咧都見到17.幾，我就沽曬嗰手貨，我就跟住到而家我一股都未買過啦。咁啊，我唔知道會跌到幾多啦。但係講真啦，如果你高台買咗嘅，第一依一分鐘我唔會建議你指示啦。亦都想講啲安慰嘅説話。2.78係上一次嘅低位，咁啊呢一陣翻翻落嚟咧，就啱啱形成一個雙底。咁呢個雙底咧，我諗咧都應該可以順，因為始終係真係好低嘅啦已經。咁啊，早前咧有個下降裂口嘅，咁而家呢一分鐘咧能夠翻上去嘅話咧，如果能夠補到呢個下降裂口咧，進一步向上望咧，應該係大概係3.1啊，3.15到啦。其實距離而家唔係好遠嘅咋，
有貨在手嘅，無奈啦，梗係擺㗎啦。如果真係十幾蚊大時代翻嚟嘅呢啲價錢，除咗揸住嘅話，你冇其他可以做㗎啦。好嗱 ，Peter Pan 啦都好好啦，今日咧即係可能大家咧都好開心啦個市況，再加埋 Happy Friday 啦，再加埋有五一啦又放假啦，個心情零舍特別好啲咧。又多謝 Peter 啦 ，Peter Pan 咧就再用超級留言咧同我哋打氣啊！佢就同我哋幾位講加油啊，繼續支持我哋嘅會，多謝你。好。Vinh Sir 是不是要說？不是，我不是說好好咯。好，耶！好，好啦，我們再看看啦，有些觀眾呢，就想問，就是隻，小師弟，想問隻NIO未來，林Sir，你22.5有貨啊，他是，那他就問有沒有機會回家鄉啊，林Sir，即未來呢，現在處於16.93這些位置啦，可不可以即係翻到家鄉咧？你認為 ？Hello， 林 Sir， 聽唔聽到啊？林 Sir， 好，或者稍後我哋再同阿林 Sir 先至再問佢啦。我哋同咗兩下水傾嘅先。林 Sir 掛住睇嘢啊！係啦，阿林 Sir， 你答住先啦。應該有嘅，未來應該有嘅。因為最近咧，佢由24蚊一路跌落嚟，就因為個產業鏈嘅問題嚇。咁啊，應該如果產業鏈問題解決咗，應該可以升翻上去嘅。好。阿林 Sir 聽唔聽到啊 ？Hello， 林 Sir 聽唔聽到？冇，佢聽唔到我哋講嘢啊。聽唔到，係啦。同佢入啊，入去啊，佢冇睇到啊！聽唔到唔緊要嘅，好，我就 message 同佢講先。佢瞄咗支麥可能。瞄咗支麥同埋佢俾壓力賺得太多啊！係啊，佢瞄咗支麥，瞄咗聲啊！係刪咗喇叭，唔緊要。好，我哋再睇睇其他先啦嚇。嗱，咁啊升咁多啦，有啲觀眾咧就嫌只941就好弱。他就問我點解？咁科技股升呢只梗係唔升㗎啦。中移動咧，你買咧，你唔可能攞佢嚟同阿騰訊啊、美團、阿里巴巴相提並論嘅，因為咧騰訊由700多蚊跌到落297，阿里巴巴由300多蚊跌到落71，美團由460蚊跌到落去103蚊，即係941嚟嚟去都嗰個幅度嘅啫。咁佢係傳統經濟嘅股份啊嘛。佢而家唔係弱勢，而係話處於一個整固之中。近期嚟講咧，由56.0落到拉到51.幾、52蚊度咧，係屬於隨市而行嘅。咁值得一提嘅就係2.43嘅股息仲係未除淨嘅。咁啊，我又唔覺得佢會升得太多，但係喺緩步當中，慢慢行翻上55.5、56嘅機會係相當高嘅。有嘅就俾少少耐性去揸啦，好唔好？好嗱，再望埋 Lily 啦，我哋嘅同學仔嚟嘅都係，佢就咧就想問只291啊。好，你等我一陣先啊。291升翻啦喎。係啦，291啦，華潤啤酒啦，佢就問有冇機會重上翻去58蚊呢啲位置。哇，58蚊好高喎。都有些少遠喎，佢哋。係啊。喂，阿林 Sir 咧，可能都係搞緊啲嘢，佢知道我哋收唔到我哋嘅聲啊。係啊。你打個電話俾佢睇下佢。係。佢自己整呢樣整嗰樣啊！而家你睇又戴翻個麥啦，又戴翻個口罩，走人添啊！啊唔係，佢唔係走人，佢行嚟行去 set up 啲嘢啫，因為我都喺 WhatsApp 度同佢講咗㗎啦。係啦，咁啊，可能我哋咧都要再打個俾林 Sir。我哋咧再重新同佢連線先得嘅。好啦，嗱，林 Sir 而家好似咧就仲搞緊，係啦。咁我哋咧睇一睇啦，睇翻潤啤啊，頭先講緊啦，話有冇機會上翻58蚊呢啲位置啊？我諗短期上唔到咯，因為咧其最近咧就因為中國封城嘅關係咧，呢啲消費股全部都大跌啊嘛。不過佢個好處就應該佢嗰個咁啊，理想會好啲，小鵬會更加好啲。咁點解未來會差嘅咧？嗱，我都有少少嘅資訊俾你講一講嘅。係。因為未來嚟講咧，嗱，除咗佢自己喺佢嗰個晶片供應方面嚟講咧係短缺啦，
咁佢上海嚟講咧，亦都係佢嘅生產基地嚟㗎。咁所以上海嘅生產基地嘅物流鏈一影響咧，佢啊直情咧就停曬廠㗎。即使而家復翻廠都好咧，佢都仍然咧係受呢個叫晶片短缺嘅影響。咁所以咧，佢個復工復產咧喺韋小李三股之中嚟講咧，佢係最差㗎。咁所以為路嚟講咧，個股價應該跑輸曬理想同埋小鵬同埋比亞迪㗎啦。好，收到啊，好啦，我哋再睇睇其他問題啦嚇。啊，觀眾 Henry 想問只581啊，就係只中國東方集團啦嚇。哦，做鋼鐵嘅。係啦，咁啊581啦，咁佢就話喺而家現價適唔適合買入喎？嗱，見到連佢就真係平到不得了啊，兩倍市盈率啫。我覺得買得。點解先啊？11% 嘅股息真係～哇！平到啊！嗱，咁啊，兩倍市盈率，我當你三倍啦，十一厘嘅息啊，梗係吸引啦，股價亦都唔係貴啦，相對一年嘅低位1.88，而家係2.1元貼緊一年嘅低位噶。點解我話可以買咧？因為咧要維持5.5%經濟增長，疫情過後咧一定有政策大舉咁推行啦，集中喺內需同埋固定投資依兩個板塊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真係要行嘅話咧，一旦固定投資要推嘅話咧，基建水泥唔少得噶，同埋仲有喎，外圍嗰方面都如是噶。俄烏局勢唔知打幾時啊？如果有一日，如果大家係真係喺呢件事件上面有機會落台嘅話咧，好啦，咁啊，烏克蘭打到散曬噶啦，災後嘅重建係天文數字嚟噶，需要乜嘢啊？唔係淨係錢咁簡單啊，係。原材料啊、鋼材啊、水泥一樣嘅需求好大，都其實啲資金咧而家窩蜂落去炒曬啲相關嘅板塊㗎啦，所以短炒嘅難講，中線角度兩個一毫平平地買啲嚟擺啦，買咯。少少都要買啲擺置喺度，如果你有心水嘅話嚇。好，我哋再補答翻 Lily 先啦。頭先只291啊，只潤啤啊，係啊，未答佢啊嚇。嗱，潤啤佢就要揾翻佢 message 先啦。佢話去唔去到58蚊？係啦，58蚊。或者話短期難啲咯。係短期難啲，但係咧睇翻啦，以27倍左緊嘅市盈率咧。在內需板塊裏面不是貴的，尤其是啤酒的板塊，現在封城嘛，整個上海封了，你又不准去酒吧，又不准去大家坐下去玩，你當然沒辦法啦。但是這個所謂疫情你始終會過去的嘛，到其時這些報復式的消費啊，各樣的娛樂啊、消費啊，全部會回來的啦。58蚊其實都不是話啊好遙遠，相對一年的高位75蚊，但係而家呢分鐘咧就睇住一個月的高位49.35就49蚊先啦。過得到的望翻上去5.12啦，你看個圖都知道啦。58、59蚊是250天線阻緊㗎，咁而家先係10、20天線啫嘛。我哋點解唔步步去睇呢？先看49蚊左緊先啦，俾啲時間啦，好唔好？好。咁啊，呢只美東汽車啦。美東係啊，美東要入。係啦，嗱，嗱，而家咧，因為各個地方封城咧，呢啲汽車零售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嘅。所以雖然今日升咗4%，但係咧我都唔係好睇好啊。如果好彩咪升到30蚊咧，但係35蚊都應該升唔到噶啦。好，明白，即係唔係好樂觀。好，好啦，我哋再啊，即刻嚟少少補充。頭先講嗰個蔚來咧，我啱啱揾翻啲資料出嚟。其實喺中國嚟講咧，對比翻蔚小李同埋 Tesla 咧，嗱有個數據你大家可以睇一睇噶。蔚來咧，佢嘅門店開咗喺個 City 咧，總共有117個地方。小鵬咧開咗118個，但係 Tesla 咧開咗68個地方嘅啫。理想就開咗105個。所以你除翻佢嘅銷售量，就係佢每一個銷售店每一個月咧，嗱 Tesla 就銷售得最好嘅，每一個店佢賣得到87架嘅啫。理想每一個店佢賣得到55架嘅啫，呢個每一個月咁計。小鵬咧每一個月可以賣到38架嘅啫，每一個店咁計。蔚來咧每一個銷售店每一個月係賣得28架，即係一日都賣唔到超過1架。所以你對比翻嗰個銷售嘅能力嚟講咧，咁多隻之中，蔚來咧係可以咁講係最差噶。好多謝阿林 Sir 嘅補充嚇。好啦，我哋又再關注一下啦。有啲觀眾咧就想問阿林 Sir 只396
白啊，即招行。嗱，因為招行啦，近排即係都受到前行長咧突然間被免職嘅事件影響啦，咁啊就見到個股價咧突然間插咗落嚟好多噶啦。嗱，好多觀眾咧就想鬧底啊！嗱，今日咧即係見到個市升咗咁多啦，咁佢都反彈翻，即係再繼續升翻2%左右。你覺得係唔係時候可以鬧底咧？就招行？係時候留底，不過唔係留招行嚇，因為咧嗱，其實上個禮拜同埋兩個禮拜之前我都咁講過噶啦。你一留親呢一隻股份咧，你必須咧係有一個即係嘅考慮，就係話你嘅盈面有幾多先。而家你留呢一隻股份咧，其實你嘅勝算究竟係30% 咧、50% 咧、70%、90%，你知唔知咧？你係完全蒙查查，你係唔知噶。嗯。咁喺《孫子兵法》嚟講咧，呢個大忌。啊！喺《孫子兵法》係講明㗎啦，係先勝而後求戰。而家你嘅目的咧就係、是、我首先開咗戰先，贏輸我唔知。嗱、啊，咁呢樣嘢咧係好大忌嘅。嗱、啊，記住一樣嘢，招行嗰個行長俾人撤職，佢之前嚟講咧喺呢過去任職呢7-8年嘅時間咧，佢係幫招行發展一個叫零售嘅業務咧，係發展得好好嘅。咁、零售嘅業務之中嚟講係包括埋咩咧？一啲叫做投資產品，咁投資產品之中咧，過呢兩年咧最大嘅投資產品咧就係乜嘢？就係內房業務，因為內房嚟講咧三條紅線，你籌集唔到錢得啊嘛，籌集唔到錢咧，咁佢就漏呢啲 commercial bank 咧，就係做嗰啲投資產品賣俾嗰啲投資者，咁愛嚟咧就籌集資金，咁所以咧招行喺呢方面咧都涉及到一啲內房嘅投資產品噶，咁問題而家啦，個行長被撤職，究竟佢喺呢方面嗰個問題深入？有幾大嘅程度呢？有冇一啲貪腐嘅情況呢？嗱，呢樣嘢你唔知，我唔知，其實大家都唔知。咁既然大家都唔知，你點解要將你啲金錢啊、心機擺咗一啲你完全計算唔到，究竟你嘅勝算有幾高，或者敗算有幾高嘅股份呢？咁與其係咁，點解你唔擺落一啲明明確確係一定賺錢，例如比亞迪嗰度咧？唔知答案你自己㗎啦，選擇係你自己嘅。好、okay. 我再望埋啦，只3-5-8啊，只光同啊吓。嗱，光同咧，啊观众 Elsa 就想问，有冇机会上翻之前嘅高位？嗱，之前嘅高位23蚊啊，23啊。嗱，如果你讲最近期嘅高位咧，可能就14.几。如果你拉远啲咧，嗱就18.几，再拉远啲咧，系啦，可能就系阿郭 Sir 讲嘅23.几。哇！你所知嘅高位系边个高位啊？首先要先系讲近期啦，15蚊嘅双顶先啦，好唔好啊？系，得唔得咧？佢15.67有放嘅，15.67，即系你话呢个双顶阻紧。咁如果你睇好电动汽车嘅前景嘅话咧，你冇可能睇淡个铜啦。但系最近咧，呢啲大宗商品咧，金属价格咧系咁样急跌啊，因为市场咧就惊。全世界都陷入經濟衰退，所以咧雖然今日彈一彈，但係咧短期嚟講咧，呢啲金屬價格咧，金屬股咧都係不容樂觀。嗯，係，咁即係輪上都唔係好睇好啊。即係暫時都上唔到去啦。係啦，係啦。係咯，唉，呢日都未得住，咁可能望埋只3000啦，只協音科技改咗名啦，而家。係啊，協音唔知改咗名啊。嗱，而家2.54，係啦，就升翻上翻2.4多少少啦，係咪都係2.7放啊？林 Sir。係啊，而家佢都係個中間線，佢應該上邊可以去到2.8嘅啊。哦，2.8，好啦，又吞翻又吞翻上去。係啦，嗱，佢記住啦，提提大家就係2.8咧。如果去到嘅話咧，就記住要食糊啦嚇。係啦，唔好2.8嘅時候先走去入啊嚇。好啦，再望望嗱，其他觀眾望下先。有個觀眾咧就問只正通汽車噃，正通汽車話郭 Sir 嘅熟股啊，好耐啦，好耐啦，好耐啦。嗱，佢就問好得意啦，佢話問正通係咪只妖股嚟喎？唔係，又唔算係妖股，我記得。唔算係妖股。嗱，我記得我上一次推介完之後咧，都係8.几至7.几、8.几啦，後屘升到上20几銀錢啦。之後由20几銀錢咧跌到落去咧啊3.5毫，你話唔係妖股咩？個幾一跌到一個跌到3.5毫，段段買段段輸，段段輸就段段都得人驚。咁你話唔妖都多多少少有啲妖嘅感覺，但係佢又唔妖又妖唔得曬。咁啊，始終嚟講，你而家呢一分鐘咧
幾毫子嘅股份，如果買汽車股，我一定唔會揀到佢。我大大路路最好嘅梗係買比亞迪啦，甚至乎其他汽車股啊，睇好內需市場啊，睇好政策扶持啦，啊平平地啊，吉利跌到咁平啊，買兩次搏一搏啦，都仲有啲理由啊。你正通五毫半子，你買佢我都唔知係有啲咩賣點，業績又交唔到功課出嚟，妖就未必係妖，但係咧幾毫子嘅股份，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分鐘要買嘅，我唔會揀到佢咯。好，問阿倫 Sir 啦，倫 Sir 就2196嘅復星醫藥。哎呀，復星我諗冇得點睇啦。嗱，但係觀眾咧，佢話佢17蚊入咗，就好似又冇見過去過17蚊呢啲位置。你係咪問錯咗股票啊？邊有17蚊？冇見過17喎。係咯，因為冇見17，可能係咪打錯27定一係37？係70蚊啊？定係？係咯，我唔知啦。唔係，70蚊係有，但係17蚊未見過。係未見過嘅，嗱佢就嗱佢就想問走唔走好，因為其實真係未清搞清楚呢個問題。唔係，656啊，656啊，唔係656，下面嗰兩個，下面嗰兩個留言。哦。阿歐嗰個係。如果你係17蚊買嘅，梗係走啦，因為咧。而家嗰啲疫苗股啊，唔係好掂啊，因為大家鬥減價，而且咧。BioNTech 就快喺中國有得打噶啦，咁啊冇人會打其他嗰啲疫苗噶啦。好嗱，咁啊咁搭埋只656啦，頭先郭 Sir 你都開咗口啦，搭埋只復星國際啦嚇。嗱呢個真係17蚊買咗啦，呢個我買咗好耐噶啦。17蚊買咗。嗱買咗好耐，而家先嚟諗想指示我。哇！遲得滯啦。哎呀！咁你嚟到而家8個驚人錢冇一半，咁你問我指示，我俾唔到意見你嘅。第一我就肉赤，第二咧真係17蚊買輸10% 啊，16好15好，唔理幾多都好，反正就輸少少啊離場啦。你嚟到而家呢一分鐘，8個零銀錢，啱啱好似升嚟一個低位少少先嚟指示喎。如果你問我話咧，我就情願擺啦。咁啊。好似有啲最近有啲消息講話佢嗰個邵氏嗰度咧有啲地咧可以發展豪宅啊嘛，係啊係啊，咁啊俾啲耐性咯，睇下可唔可以好翻啲咯。係咯，況且由6.5上嚟都升嚟咗個技術上嘅低位啦。不過距離你真係買入價17蚊條路真係啊遠得好緊要啊！長路漫浩浩啊！唉，好路好耐啊，條路好長啊！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即係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好啦，非常之多謝林 Sir 啦，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唔同嘅股份啦。好啦，嚟緊咧就5.1長假期啦噃，你哋嚟緊會去邊度玩咧？唉，我哋行山啦。行山，而家做咗山友啊，林 Sir。行山好啊，行龍脊啦。龍脊，好啦，大家去龍，得閒睇下，可能行龍脊嘅時候見唔見到林 Sir 啦？林 Sir， 你會去邊啊？去打球